你来说明一下吼，你家庭啦吼，台湾细汉开始讲细汉这个家庭咯，台湾人的这个背景，你的背景吼，哦，大家用心去了解一下。哦，好。呀，我是细汉出世伫吼彰化，啊，阮伫彰化县。啊，不是彰化市哦，不是伫迄个城市，所以我伫溪湖吼，彰化溪湖镇啊，啊嘛不是伫镇内，佫是伫足参政足增加的所在吼，我遐叫做三地厝啦，啊，三地厝，咱知影讲过去增加五三，就是讲迄个所在敢若三户人尔啦，三间厝，啊，迄个都无地名，啊，迄个就是三地厝安尼啦吼，啊，阮就是伫溪湖的三地厝。啊！伫遐，迄大概是阮祖，我的祖啊，就住伫遐啦，哈！啊，一直拢伫遐大汉，啊！后来我到国民校，转拢伫溪湖国民校读册，啊！啊，阮是足善车、足真卡的所在，所以我印象上到我读国民校时阵哦，阮还阁腾车家去读册啦，吼！迄当时真。现在说来是不可思议，但事实当时就是这样啦，我们台湾以前是做三家的一个所在嘛，啊，国民学校溪湖毕业了，我就来台北，我来台北读初中，那时候是初中，初中就是，现在我那时候读的是叫做大同初中，大同中学，即摆大同可能无初中啊，即摆拢较高级、较高中诶管吼。啊，了后一直到高中，我读成功大学，成功中学啦，啊，成功中学啊，成功中学。啊，我伫成功中学诶时阵吼，我伫遐有一个感触，就是讲当时蒋家因诶囝吼，迄阵是孝群啊、孝母啊吼，伊嘛伫。成功中学啦，啊！啊，但伊甲阮当时伫成功中学咧读册是无共款，所以人伊逐工来吼，拢从我遮来，啊来拢有迄个芋头车甲送来，哦，啊，阮是若无家己骑地马，啊，就是坐公车，哦，再骑来到校安尼啊，啊，所以就会看讲，我人伊那遐尼芳，遐尼迄个。迄个好势，逐天拢有人甲伊送过来，吼。后来慢慢才知讲，哦，原来就是经过个因个囝个吼。啊，佫一个通，互阮通，即个时阵感觉讲真可笑的地方啦，吼。就是讲伊逐天迟到，啊，有当时也无来，啊，有时提早转去，竟然伊佫做学校因个班个风纪股长啦，啊。洪志群当时咧管理大家的生活诶嘛，啊，伊都，迄个是表示讲当时诶即个学校诶老师教授诶教育诶制度啦，吼，不管校长也好，还是讲迄个导师也好，吼，伊就感觉讲啊，即个囡仔较特殊，啊，所以就逐项拢好伊，啊，逐项该抱担当吼，这是一个真可惜，台湾真早期是即款诶情形。啊，后来我阁到高中毕业了，我入去高雄医学院吼，高雄医学院我读牙科啦吼，读牙科。啊，要离开台北要去高雄的时吼，我真印象真深，就是我的老爸甲我讲，甲我讲啊，无得啊，你即摆要去高雄读册吼，啊，咱离开咱的厝遮尔远，啊，我若袂当定遐哩看。但是你爱记得一项代志，就是你若去伫遐吼，好好读册就好。啊，人若咧讲啥话吼，毋通甲人讲，啊，毋通甲人讲东讲西啦，啊。迄当时我未了解，我老爸甲我讲一句话的用意啦。啊，慢慢了，我就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就是因为伊的心内就是二二八的阴影伫伊的心内。所以，咱知影讲，咱早期咱台湾人一句话是讲，啊，囡仔人有话无嘴啦，啊，你听听就好，啊，唔通讲，
因为讲你会出代志，这是咱二二八的悲哀伫即个所在嘛，啊！啊，我伫高雄的时阵，经过八、经过七年读册了，啊，才阁转来台北安尼，啊！大概我的求学的过程是安尼啦，啊，迄个求学过程是安尼，啊，我转来台北了，迄当时我应该是爱去。从医啦，吼，爱去做医生，啊，总是因为家庭，阮老爸的事业的问题，吼，的需要，啊，所以我短短大概伫台北走半年的时间，吼，有去病院工作，啊，然后我就家己做事业啊，啊，家己出来做事业，一直到今嘛，吼，所以经过几啊十年啊，到今嘛。这才开始，我离开学校，进入学校到离开学校的过程。啊，咱你来美国吼，移民来美国的动机啊，吼，也是有啥物特别的想法 ？OK， 我想我来美国的动机啊，吼，可能有两个因素啊。第一个因素就是。因为我迄当时，我开始也搁伫台湾咧做事业、做生意的时阵，我会记得讲，我1972年结婚了，我1973年吼，1973年有参加台湾即个外贸协会、外贸协会，伊当时有咧推广即个外销，啊有带团出来美国啦、欧洲啦、世界去推广咱台湾的产品啊。啊、有一摆要即个团要来美国进前，我无遐买有种报名要参加的人吼，拢好，大家做伙啊来咧讲话啦吼，咧交代正代，咧交代咱出外做生意的时阵爱注意啥注意啥的吼。啊，中间有一个组长伫遐咧报告讲，哦，咱出去了吼，有可能中国会去拄着中国人，中国来的啊。对中国人安尼吼，啊，因拢足够统战，足够都甲咱统战，啊，所以咱吼，若拄着因咧讲统战吼，咱就闪，咱莫甲伊讲啦，吼，一定要闪安尼。啊，我听到这时，我感觉安尼唔对咧，哦，所以我举手我甲伊讲，哎，做对啊，你咧讲咱来闪，闪咧咱就闪。伊讲哦，他们的统战吼足厉害啦，都拢甲你讲到你。哦，你无法度通通解回应安尼啊！我讲你这样，你安尼唔对啦，啊！伊甲你统战，你爱甲伊理论啊，你爱讲出你的一套嘛，哦！你安尼唔只有法度解，伊甲你统战，你爱佫甲伊统顿啊，唔只对。唔像伊要甲你统战，啊，你着手咧着走安尼，你永远嘛要统伊，啊！你应该爱有家己有自信，啊！你家己爱有家己的一个意志。啊，通甲伊争执也好，甲伊争取也好，吼、哦，应该是爱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迄个组长啊，讲啊，你洪先生你不知道啦，他们多厉害安尼啦，吼、哦。你如果碰到的话，你就知道啊。我迄阵是安尼甲我讲啦，啊，但我迄阵囡仔也唔知影啦，吼、哦，安才这样出来。啊，但是我一直伫即个代志了，我感觉讲，哎呀，台湾遮人做官的遮人哦。拢是一个逃避心理嘛，拢唔敢争取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安尼时阵，伫台湾咁也过有啥物前途？尤其你领导阶层的人，吼、哦，这大概是我迄当时的潜在的意识，即、這个意识伫咧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第二项，就是伫1979年的时阵，咱美国甲台湾吼断绝邦交嘛。啊，转到邦交，啊，中国，咱台湾中国真早的时阵吼，蒋介石离开中国走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伊就是要消灭台湾嘛，吼、啊，要统一中国嘛，吼、啊，啊，所以，伫我真细汉到大学毕业了，一直伫台湾的生活中间，拢感觉讲，啊，就是中国拢要挟持台湾呐、啊。啊，咱拢无安全的感觉啊！哦，啊，蒋介石因是想讲，
台湾是一个反共的跳板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跳板我若食过了，这个板仔就害了伊啊，哦，伊嘛无要做你台湾人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台湾的未来，咱台湾的将来是要安怎？哦，啊，为着，因为迄阵我已经有囡仔，有囡仔三个囡仔，哦，想为着这第二代的将来，是毋是咱来有一个思考？所以当讲我开始做生意的时阵，所拄到迄个统战的不便，哦，你讲有可能统战的不便，过来囡仔教育，过来台湾的米店，另外中国，伊这无形有形会伫侵略，所以互我感觉讲，我爱想另外一个生活空间，啊，所以安尼才来到美国。大概是这款的理由啦。你今仔日的重点吼，咱伫遮生活算安定咯，也袂歹咯。但是，佫利用佫转去台湾防疫，就是讲咱来美国了，安定了，佫有迄个决心，有迄心情，要转去台湾防疫。一种的医生啦吼，啊，你迄阵啥物动机吼？哪有这个心情，有这个想法？过来吼，你转去做啥物重要？为着台湾的前途咯，为着兼顾台湾的问题，做啥物？有啥物重要的吼？应该互同乡了解，啊，咱伫遐拍拼的这个。经营，互中央了解一下吼，今日重点起到遮。好，好，多谢。我想我讲转去了有啥物贡献这方面啊？我是认为讲我无啥物特别贡献啦，只有是一个团队内面有做几项代志，啊，有做几项代志。我首先我想讲，现在我也想要转去，啊，这动机伫倒位吼？因为我就细真细汉的时阵，我大概差不多国民学校啊、初中迄当时哦，伫台湾咧，伫台北咧读册时哦，迄阵我的家庭也搁伫彰化，啊，但我拢伫台北，家己伫台北。迄阵是台北的选举，迄阵开始咧选举啊，选举的时阵有过国旗啦，啥物过国旗啦，即、這个。高玉秋啦，吼，啊，像后来搁杨金虎啦，即台湾跩五虎将伫选举的时吼，大概我拢会去听啦。就细汉我就足爱听即款的，即个演讲吼。啊，心内就感觉讲，哇，跩咱过去因咧讲的代志吼，拢足合理啊，但是拢毋捌听到的，吼，啊，若无伊也听到。就拢毋知影，啊有听到，感觉讲哦，足欢喜安尼，毋知人在甲咱做一个启发，啊，啊所以我对政治方面就细汉就真有兴趣，啊，真爱参与，真爱了解，啊，所以来到美国了后，一直我伫同乡会中间，伫咱人社团的中间哦，我就一直拢参与。我上届开始的是伫阮咱南湾，我大概八二来，我到八四，我就参与伫南湾同乡会啊吼。咱同乡会后来到伫咱洛杉矶的联合会，迄当时咱洛杉矶头十几个同乡会嘛吼，有南湾啦、洛杉矶啦、甘关啦、西北区啦吼，有足侪同乡会。后来有成立一个联合会嘛吼，啊，所以我。对南湾了后，啊，入去联合会做联合会的会长，吼，啊，联合会长了，到1993、1994来做这个全美会会长，啊，啊，伫这几年我做联合会，去几年常常台湾的选举，我拢会转去，吼，啊，若每一摆若看到选举，啊，很侪人咧关心台湾的，我就。足幸运的，啊嘛是感觉讲，哇，台湾真好，真温暖安尼吼。
尤其伫农民运动，迄当时我的小弟机枪啊，因为着农民，台湾遐农民去互国民党北下的时阵吼，限制的时阵，做一寡街头运动。我印象中，我有即阵应该是伫1980几年的时阵啦吼，有空以前吼，即农民运动，我有一摆转去。啊！伫街头的即个游行，街头的抗争吼，我捌伫台北市的街头困两暗，甲跩游行部队吼，伫遐安尼，暗时啊无休困，啊伫遐拢全街伫街头困安尼啦吼。啊，街头困了，我困醒也是讲我出来做这样代志，转来了，我心情会感觉讲足爽快啊，足满足，啊，因为。哎，拄三点，我做一寡我想要做诶代志安尼啊。啊，所以每一摆转来了，我搁转来我家己诶职场。伫我诶职场，当然算起来，我伫遮若上帝足帮助我，上帝足大诶稳定伫我诶心上。不管我诶囡仔教育也好，读册也好，还是我做诶事业，都算真顺利安尼啦啊。啊，但是一个心就安尼想讲。做个当参务台湾的即个即个工作吼，即尤其迄当时也阁国民党甲咱限制条呢，啊，做爱讲当去会当甲因有一个理论也好，抗争也好，或者要求也好，安尼吼，表现着咱台湾人的一个尊严吼。啊，所以伫即款一种下面，我则伫1996年。就是1995年，我1993、1994全美会了，啊，伫1995，我才将美国的事业才收收起，甲阮太太两个拢才收收起来吼。啊，包括我迄阵住伫 PV 一间足大间的厝，吼，迄大间的厝，本来我一个，阮家庭大家住遮真好势，后来我转去啊，阮在囝去读册，啊，才剩阮查某囝咧顾。咧过一间，啊伊啊，我话爸爸，我家一个人住这间厝哦，咱有十几间房间啊，我家一个住这足落力的，吼、哦，较袂当讲，咱来换位安尼啦吼，啊，迄阵才从山顶迄间厝吼，家卖掉啊，才刷来托人世家，啊，我就讲完，咱来就转台湾，哦，所以我转去的动机，我想是讲，第一，我的信用会。区别啦，吼、哦。第二，应该是我对台湾的疼心、的关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三，我感觉讲，我爱对台湾做一寡代志，啊，我才伫九五下半年，就只美国的生意收收好势啊，甚至我。我也好，是我的生理拢袂调的，啊，就是足决心要转去，啊，就转到那了转去，啊，到1996，诶，咱台湾第一摆真正伫选总统的时阵，吼，啊，比中国用飞弹甲咱射台湾的时阵，啊，底下讲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去保护咱台湾。伫迄款的情形，真危机的情形，美国伫美国的所有的美国人啊，世界的即个人民，拢感觉讲，台湾足危险的。竟然我迄时当伫台湾，伫遐参加选举，真感谢我所去迄个所在的即个选举的百姓吼，对我的肯定，啊，我伫高雄县吼。高雄县过去民进党，迄当时是县长是民进党无毋对，但是我咧选的迄区大寮、林园、蕉埕即区吼，过去咱拢毋捌有立委嘛，毋捌有国代当选啊。我转去半年时间，伫遐经营，伫遐努力，竟然我当伫遐摕到最高票，伫迄区的最高票来当选一个国代代表。我嘛足安慰啦，吼，啊嘛足多谢等对我的肯定，吼，啊其实较要紧是因为
迄个所在毋是我出世的所在，因为我出世伫彰化，但迄个是伫阮丈人、阮太太因的所在啦。啊，有这票，嘛是因为咱的家己努力无唔对，但是因嘛有，伊是因阮太太因，阮丈人伊伫遐过去所留落来的，互人。人民的肯定啦，啊，所以我才伫遐来当选安尼吼。一开始我转去的这个过程是即款的情形啦，啊。至于讲转去做啥物代志，我就第一项，我要转去的时阵吼，我竞选的这个主题啦，吼，我就是讲选国代、废国代。我家己要选国代，但是我的目标就是要把国代废掉。啊，迄当时上任了，就是咧杀这个意思，啊，咧杀这个意思。杀这个意思，伫1996上任了，1997、1998，大概民进党就一直咧杀这个意思，就是讲，等你国会两票制。等伊国会，因为咱台湾当时是两个国会嘛，立法院甲国代嘛，吼。啊，立法院主要是弄这立法，啊，制定法律，啊，一切大概大部分拢是立法院咧处理。但是国代当时，国代咧创啥？无代志啊。我咧阵还佫四年制，进前是六年。六年，伊咧做啥？伊就是六年去选举，当一摆票咧选总统，吼、哦，啊，其他拢无做半项代志，啊，啊，老国代真当时，即、這个老国代，咱有一段时间台湾咧推动即个即老捷吼，你掠在老七就是当时立委啦、国代啦，迄阵。像伫中国的时阵，迄当时不管开始讲咧选第一届的国代代表，还是国代的立委吼，啊，若是有敢若有去做候选人的，不管你有落选，不管你有对无对啦，伊拢是有资料嘛。啊，做反啦，后来有对国民党来台湾的吼，迄落替补啦，啊，会当报落去，啊，迄变做讲老捷啦，吼，咱当时一寡少年人咧讲。你讲要演落来，就是要演跩老产落来嘛吼。啊，所以因尤其国代拢无功能，干那咧当选举尔。啊，所以咱感觉看这国代拢无效啊，所以来废掉嘛。啊，迄就是当时民进党一直推动这个代志。啊，啊，佫另外就是讲立法委员、立法院应该毋是全权，即人是咱是用一权，拢都要选总五个立委，啊，就是大家全权的人拢落去投票，啊，才头仔五个人当选爱民就无，吼、哦。所以即款的选举办法无法度通展现，就是讲一个立法院、一个国会议员，伊要落实伫一个区域内面，伊要做的代志，无法度通落实啦，因为。伊的选民是全权很大嘛，啊，所以以后伫伊要做的代志，伊无可能有法度通讲全部全权拢去关心着，伊应该是 focus 伫伊家己的区域内底，即个美国佮日本拢共款嘛，哦，所以当时是要杀这个代志出来，啊，要杀这个时阵，当时的民进党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困难，但是我感觉讲民进党实在是有眼光啦。伊当时若无安尼出来时阵吼，无可能讲伫即几年民进党有法度通讲伫国会内面占超过两席。若假使不照古早的方式，是永远拢国民党赢啦。啊，就是阵有迄个眼光，但是迄个时阵，若是民进党咧杀只意思的是，应该是头仔迄几届吼。拢输啦，因为人因的基础拢足在啊嘛，哦，啊所以
开始时当然有困难，但是后来慢慢，咱已经有建立一个制度出来了后，啊，民进党开始培养这个候选人，一区一区安尼，到现在咱看起来是正确的一个政策，啊、哦，所以我当选时阵才开始有这几项代志，第一项就是讲国台会国台会国台会调查，第二会审，哦会审。我印象是为了迄暗要会选要国台要投票吼，甲国民党辩论甲非常的厉害。对我记得是到迄下晡三点外开始开会吼，开到暗到六点，应该休困啊，结果无休困，大家分便当继续去开，继续去大家伫遐讨论啊。讨论到辩论到晚暗操十一点外到十二点，才开始要投票。结果要投票的时阵，国民党嘛，佫有异议开始，佫开始佫有一挂因提出来一挂无合理的意见，啊，再佫伫遐大家疏通，啊，大家即个佫回答，啊，再佫提当来回。我的印象是迄暗到要到两点才投票，才投完安尼。哦，所以对三点不加延两点哦，才通过这个案。哦，所以我想伫一个社会改革，还是讲伫台湾这款的体制内面，要改革一项代志，并不是很容易。哦，啊，那无讲。迄当时，咱是属于迄个在野的吼，咱是在野党嘛吼。若无讲在野真坚强，啊，在野真团结吼，啊，佫有一挂靠理性的国民党的人，安尼无可能赢过国民党。啊，所以你佮想讲，当时即个国民诶，民进党内面有一个。国台代表伫我进前迄届是吼，但迄个名叫做迄个高雄，我即个名迄个叫名袂记真吼。伊当时李登辉总统来山顶要来开会，啊，要甲国台做伙食饭时，伊甲伊冰倒。嗯。吼、啊，迄个什么人？我即个叫赵生啦。哎。哦，叫赵生啦吼，黄兆生啦，黄兆生啦吼。咱只有是爱用即款来甲伊抗争以外吼，因为咱人少嘛，人少你无法度单讲甲野手用民主方式，野手你安怎野嘛野输伊啊，所以就用迄款的即个肢体语言抗争。啊，咱慢慢成长了，到即摆，咱就是爱用咱的理性，爱用咱的理念，爱用咱为着百姓要争取的福利。为了国家的安全，为了国家的将来，以这款的来争取百姓的选票。哦，我想，虽然国台四年，我伫遐做四年，国台本来无啥物款的功能哦，但是我伫遐会当做到，会当讲达成到这个会国台会审，啊、代理国会。国会两票制，两票制就是一票选区域的，一票选政党。哦，迄拢是迄个时阵定出来。哦，啊，即、這个经过迄当时阮定出来了后，即过来的即二十几年，到今仔日二十几年啊，吼、哦，台湾拢是根据即个体制来运作咱的国会，来运作咱的国家。所以，满有安慰啦，感觉讲，我有做一挂代志安尼，啊，啊了，我当来2001年，我搁当来美国，啊嘛是到这个时阵，嘛叫过二十几年啊嘛吼，虽然无搁继续伫台湾参政，但是我心内感觉真安慰。我已经有替台湾做淡薄仔，我想要做
的遮个时间啦。我伫遮，我可能爱甲一个甲兄弟一个表示一个我一个家己的亲身的感触啦吼。我来美国1982年开始来，不过当伊选国大的时阵吼，1995当伊96投票吼选举。这段时间我拢无改做美国人，我拢是用台湾的护照，啊，拢用台湾的护照。所以，伫我选举当中，当然国民党啦、对手啦，伊嘛拢会去甲人学这物件。结果因看我讲，啊，这人都红毛人都嘛是还阁台湾人啊，都无摕美国籍啊，啊。因为我心内是嘛，我做台湾人，已经足满足啦。但是有一寡无方便的，就是讲你来在美国真侪十年啊，还佫无摕着美国证哦。我有一寡无方便的所在啦吼，我相信大家恁拢知影吼。所以我包括讲，我每一摆若离开美国，还要佫倒转来入去海关的时阵，海关拢甲我看，啊恁来，阮家摕真侪十年啊，然后我做美国人，伊会甲我问嘞，快！因为台湾文卡那块是无去 apply 实体的，啊，我当我会家笑笑讲，我都感觉做 pro 我做台湾人啊，啊，了我2001年回来了，我感觉讲我的任务，我的想要做的，为着台湾想要做的代志，我大概做安尼就 OK 啊啦，啊。所以我就开始去申请美国公民，哦，我就开始应该是伫2008去申请，我转来五六年，还佫摕台湾护照。08，还去申请美国护照。啊，美国护照，我去申请迄天就通过啊啦。我申请了，啊，就是要去算者，要去安怎？名。要去领迄个迄叫做宣誓啦，要去宣誓啦，要宣誓做美国公民的迄一天哦。我公司的做员工，大家拢知影，知讲我要去宣誓。我迄个头，伊知讲我去宣誓，大家中昼就转来。我要转来是因着分摕一寡物件、饼啦、啥安尼茶啦，啥要甲庆祝、要甲恭喜安尼啦吼。啊我。伫遐宣誓了，车日开车转来时阵，心内感觉讲，哎呀，我即阵来做变成美国人，哈哈哈！我行入来到即间啊，啊，阮台湾工大家拢伫遐，我看我入来，阮大家就用拍手，我甲恭喜安尼啊，啊，我目屎全流出来，哦，我心内就讲，迄个。感触啦，那种感触吼，非常非常的错综复杂啦。嗯。啊，是要欢喜嘛？也是要艰苦啦？也是要艰苦心？啊，是安怎？我今日变做安尼呢？啊，有真错综复杂的情绪吼。啊，虽然是面对是大家真欢喜，也要欢迎讲，啊，我啦，你今日做一个美国人。别个也强，但是我家己感觉讲，实在是唔知，家己无法度通体会啦，煞家己流目屎一滴，我在员工面前安尼，所以这是我家己的心路历程啦，啊，心路历程啦，啊，了后大概每一摆台湾的选举啦，台湾有较。有较特地咱去参与的代志，我拢无欠息啦，啊，拢无欠息。包括讲今年即个像这个副总统要选总统吼，我伫去年转去台湾的时阵，我已经有甲副总统请着见着面啦吼，因为伊是我国大的时阵我同期的啊，
啊，佮伊嘛属伫甲我共款的一个组织内底啦，啊，较属伫，因为阮阵等于是较属伫新潮流的系统，啊，啊，所以我甲伊是会使讲，伫四年中间，不管开会啦，还是讲各种的活动啦，各种的参与中间，拢是共一个group，啊，所以伫三四个月、两三个月前，伊阵来三万四千五，迄天。我有哪过去啊？啊！伫三十岁时，我有伫遐甲伊讲足久个话。啊！我甲伊答应讲，我应该伫你选举个中间十二月初，我就转去。啊！就转到上河，我最少一个月伫遐。啊！啊！你爱我做啥物代志，你才甲我交代。啊！我尽我个本分，尤其伫教会即个方面。教会即个系统个方面，我尽我个本分会当做个，啊，会当来尽我个力量来搭三